夏导，嗯，你这个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呀？去哪儿？啊，那个我妈给我安排个相亲对象。啊？相亲？亲爱的，你还敢去相亲呢？不是夏导，那你不谈恋爱还不让我谈了？我妈说了，年底再找不到对象，就打断我的腿不让我回去了。正好，那你去公司吧。算了算了。哎，回来。啊？相亲也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是夏导，你就别去了吧。那上次就是让你给我搅黄的。去你！这个月的工资不想要了是吧？不是，哎，行行行，要要，你去也可以，但是你绝对不能乱说话啊。这次能不能脱单，就看见你了啊。美女，你就是王阿姨介绍了是吧？哎，你好。啊，有人。他是啊，我是他姐。啊啊，对，我姐。那个，亲爱的啊，美女来了，去倒杯咖啡去。啊啊，好的，你坐会儿啊。你就他姐是吧？那我就直说了，婚房500平，彩礼200万，婚车嘛，宾利就行，一分不能少。你说的这些都没问题，但是我弟离异带6个孩子，你可不能亏待了他们呀。不是，你们有病吧？哼，是是，我有毛病，我弟练拳击的，就问你扛不扛揍吧。哎，美女，咖啡。呸，渣男。啊啊，不是，夏导，嗯，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呀。